这是什么？孩子呢？拿掉了。爸，其实你不要插嘴，这件事情你也知道。慧心，你自己身体的体质你自己最清楚。当年生小夏的时候，你有多么的辛苦。现在我们卢家好不容易期待了有第二个孙子出现。 结果你竟然把这个孩子给我拿掉了，爸，这是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能不能自己做决定？你的身体？那么我呢？你们两个人眼里有我吗？你们有尊重过我吗？我想说，现在正值公司最忙的时候，再忙能有比一个生命来得更重要吗？ 就算是你真的没有时间，我也随时可以找人接手你的工作。爸，不要再说了。明天起，你不用到公司上班，在家里给我好好的反省，想想怎么样才能做一个称职的母亲。看吧，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们离婚吧。